来干嘛？哎，好了。来干嘛？哎，滑的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哎，干嘛？要去哪里？要干嘛？好了，干嘛？来这一招！为什么来这一招？你要去你想干嘛？为什么来这一招？对呀，很屌哎！二脚杀！丰田里面放什么呀？跳舞还唱歌？当然一边唱边跳啦。我跟你说放手，不要再听你的借口。我跟你说放手，不要再在那什么什么上的解脱。我跟你说放手，我不再是你的玩偶。我跟你说放手，从今以后不要再欺负我。一分，给一半，好，对，走。然后怎么样？赶快看呐、啊，赶快看呐、啊！题题，好，先看题目嘛。给你二个题目，好，赶快啊！好，就过去。选题目是不是？对啊，几号？你要几号？你要几号？九，九，赶快去啊！去，几号啊？九，哎，不用拿。一，一，一什么？一什么？一，一，九，走！哎，不能滑的。来干嘛？哎，滑的。来干嘛？哎，滑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哇哇哇！哎，太快了！哎呀哎呀哎呀！会滑了，会滑了，会滑了 ！OK OK OK， 坐在前面，坐在前面的，不用滑。哎，那个不能滑走哎！哎，你的船，这样拿着，用电。你拿到了吗？你有？还没，还没。那你为什么回来？要拿住那个，偷着，赶快上去偷！快点！快点！哦，很强哦，很不积极耶！哦，哦，很强哦，很不积极耶！哦，走了，有啊，走走走走，投到！没事在干嘛啦？虽然你一开始，对，醉了，醉了，投到，还是咬的啦，然后掉水里了，得到得到。原子少年有一个跟我很像的人，就是这一位。看呢，这两个在干嘛啦？这两个都在干嘛啦？不要再遇见你。原来我们团真的是有一个背，他应该就是一个综艺的，对，他真的就是应该是一个综艺。你说的是你右边那位吗？是说，我觉得他被耽误了，你知道吗？黑暗当中的 X 因子。X 因子，我们也是到今天才发现这个宝藏。偷哥，偷哥，什么？偷哥，来，偷哥，来，好好想一下。我发现耳朵打开很重要。哦，耳朵打开。还有刚刚坤达有问我一句话，是我这两天最重要的感想。哦，你把我排第一棒，第一棒，第一棒。然后他就走过来跟我讲说，到底有没有听懂什么规则？我说其实没有，那没关系，就出去吧。对，我觉得没关系，反正这两天你也没听懂，你也没听懂。对，而且你看哦，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还在帮，还在找他的鞋子。哦，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赛前准备啦，就我穿了一个家里最好看的胶鞋。等一下你录完之后，我会自己下去捞，我不会让工作人员那么辛苦。你有没有听过金斧头银斧头？不要，各位观众，好，来，起来。二三，别人的，我老家了，开玩笑。
我说真的，我本来很排斥综艺节目，这个不是综艺节目，对，这是昆达的节目。Energy 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包袱。嗯，我觉得曾经是助力，也是阻力。阻力，我们五个人没有人想到会合体，但我们做到。2024的 Energy 算是一个新的元年嘛，很开心，我们五个又重新的聚在一起，希望我们未来都能够持续的帮助彼此，继续成长。